一种是哲学书，一种是非哲学书。非哲学书很多人都看过啊，那些开车的手册啦，或者是买东西的时候你要参考的一些那个，或者杂志，那个不能算书。非哲学书的特色啊，就是它叙述一些事实，不管是真实还是虚构，用文字表达，它都有虚构的成分。